Hello，大家好久不见。最近因为疫情啊，还有时间的关系，都很少会去看看你们。结果一年就这样过去了，恭喜你们毕业啦！然后相信你们都已经选好自己要走的路，然后也到了自己理想的地方。然后祝福你们呢，高中生活都可以顺顺利利的。然后虽然可能未来你们课业压力啊都会比较重、比较辛苦，但也希望你们可以好好享受你们的高中生活哦。好，我很想你们，好，高中要加油，拜拜，我爱你们。